辣炒笋片儿，笋片儿又到新日期了，今年的五月份全部都是新货，49.8这样的五包，每包的净含量是7两重，来看看，全部都是今年的新笋嫩笋啊！开动，我这个笋呢，直接焯一下水，然后清炒的，当然用它炒肉是更好吃的。必须好吃，清爽不油腻。这个笋清炒。烤肉涮火锅贼好吃，好评率100%啊，没有买过咱们家这个笋片的一定要试一下。又好吃又便宜。